一体式筒灯面板灯 LED 应急电源是登峰应急电源中的一款小精品，电池在应急驱动电源内部，体积小，功能大，它会自动识别光源电压，匹配电压和电流，适用于面板灯、筒灯等，它能让普通灯具变成应急灯，功能更强更安全。